电影《水行侠》的男主角杰森·摩莫亚，拥有着高大身材、粗犷外表、强壮肌肉，深受全球影迷喜爱。鉴于他为即将上映的新片宣传时登上了电视台节目，然而他一个举动却引发了网友热议。几件访谈画面中，当主持人询问杰森·摩莫亚有关电影的内容时，他面对镜头却完全不与身旁的主持人奈杰拉交流，而是转向另一位嘉宾詹姆斯·奈斯比特，并继续背对着奈杰拉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，奈杰拉没有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，但杰森·摩莫亚的奇怪举动仍遭到不少网友批评，认为他身为一个男人，连最基本的礼貌尊重也不会，素质真的是很差劲。不过有网友认为，也许两人之间闹不和，或女主持人曾得罪杰森·摩莫亚，不能单凭一个画面就批评。目前杰森·摩莫亚并未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，女主持人奈杰拉也保持沉默，让外界如同雾里看花。Bye.